早安，感谢主弟兄姐妹啊，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就得到人生的智慧哈，人生的智慧。那今天我们要读雅各书四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十三节。瞎，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我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那我们就会迷失在很多我们自己认为的是怎样哈。那在很多的人都以为哦，我可以活到永永远远，其实不是的。虽然我们也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老，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过世，但是我们好像可以活到永永远远一样，所以我们不晓得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哈。那这边讲说这个人呢，他说啊，我明天呢，我要去哪里？我要往哪里？我要去啊。那弟兄姐妹，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对未来有一些的这个规划或者是怎样，而是说他的人生呢，就是他自己想的，他自己想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从他的生命里面，跟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跟神的永恒的命定，他完全都跟他没有关系。他所想的就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怎么样。那弟兄姐妹，可是我们中国人真的很聪明，是不是啊？那中国人从因为人很多嘛，所以他们观察的结果，他们说了人生是无常的哈。那也讲到人生的道路呢不由自己。那弟兄姐妹，其实圣经也是这样讲，人的道路不由自己哈。那弟兄姐妹，只有上帝呢定的我们的疆界，我们根本走不过上帝给我们定的疆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依靠神。有一个弟兄到多米尼加去，他举家就圈起，因为他就觉得我们多米尼加是一个最好投资的地方。那弟兄姐妹知道，后来呢，他就血本无归了，那所有的东西通通都亏掉，前两年所赚得到的几倍的这个就好了两年。那这个两年之后，那这个忽然间呢，整个货币贬值，一天贬值400%啊，这个、一个礼拜就把他所有的他的投资的下去的他整个这个超级市场整个都赔掉，赔到最后他只好黯然的离开多米尼加，风风富富的去，就好像沙摩尔记上一开始讲到路德记哈，路德记就讲到他们哦，风风富富的出去，然后空空的回来，空空的回来。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以为我们很有把握可以做什么事情？那弟兄姐妹，其实不是的。那感谢神，弟兄姐妹，你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你是一个依靠神的人，所以你会读圣经，你会祷告，你会去寻求神，你会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很有限，我们是需要去依靠神。弟兄姐妹，感谢神。这从圣经里面看见，那些倚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少壮的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是倚靠耶和华的一样好处都不缺。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明天是掌握在谁的手中呢？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当我们信靠神，神明天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必惧怕。有一首诗歌说，我因他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一个有一个姐妹，她说她小时候她在爸爸妈妈手中了，
就是爸爸妈妈手中的这个宝哈，这个宝啊，他有非常这个幸福的一个童年。可是他到了中学，他父亲呢经商失败，整个家庭完全就翻转过来啊。他说他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青少年的过程。那一直到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整个翻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见？有人可靠，当然是很好。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人是没有办法永远可靠的，只有我们的神。弟兄姐妹，感谢神。不管我们的状况怎样，今天你的状况怎样，不要忘记你是有神的人。这位神就是天上的父亲，那天上的地上的父亲尚且这样的爱疼惜我们，那何况天上的父亲岂不把万有连同他自己都一同都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神，感谢神，我们靠着神，我们是有依有靠，而且我们知道明天在神的手中，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安稳。那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好好的，我们就是寻求神，依靠神。弟兄姐妹，我们的道路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路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弟兄姐妹，感谢神，特别你走在一个迷茫的当中的时候，你更要需要来依靠你的神哈，依靠你的神。刚才姐妹讲到他这个弟兄呢，他的弟兄是这个飞行员。那他说我们弟兄讲了一个他说当飞机呢飞到那个很厚的云层里面，什么都看不见。这个时候很可能你就会有一个错觉。那什么错觉呢？这个叫做空间的迷象哈，空间的迷象，就是你会把这个上跟下对调过来或者是左右，你会搞不清楚，你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那他说呢，这个教官呢就会告诉他们说，在这种状况里面，你千万不要依靠你自己的感觉，你一定要相信什么？相信那个仪表，这个仪表所告诉你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相信这个仪表，结果呢就会产生很可怕的这个事情，很可怕的事情。人生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在晴空万里的时候你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当那个人生的迷雾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要相信什么呢？你要相信上帝对你所说的话。上帝说，孩子不要怕，我与你同在，孩子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牵引着你，我会把你带出你人生的困境。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为什么有一本这么厚的圣经呢？为什么要这样一张一张的读？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能够得知，在历世历代那些倚靠神的人，他们怎么走过他们人生的困境，而最后他们能够走进他们人生的命定的里面。为什么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语。所以听弟兄姐妹，感谢主，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因为我们的神没有改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信靠他所说的话。弟兄姐妹，感谢主，每一天你都可以欢然的在上帝的面前，知道因为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今天一定会比昨天更美好。弟兄姐妹，感谢主，上帝祝福你。不知道你会不会遭遇到一些的困境，不要害怕，依靠你的神，依靠你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是可靠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不管是经济上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弟兄姐妹，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十分的平安。上帝与你同在，祝福你，今天必是美好的一天。感谢主，奉主的名祝福你，阿们。